农村小哥捡石头，一位石友拿来了一个观赏石啊，他说把它切开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肉。这个外表的话用来观赏还是有一定的观赏性的啊，因为它的石皮比较滑，上面还有一点点的纹理啊。这个料子从表面上来看它有很多小孔啊，估计切开里面的话砂岩可能也会有。从这一面来看，只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玉化的表现，还有这一头，因为它这个肉啊已经露出来了一点。但是这个料子从外表来看它有很多小裂啊，估计里面是砂岩多，小裂也多，然后肉的话可能比较少。但是石友不服啊，他说要切一刀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给他上机器啊，一起来见证一下。差一点点就要把它切断了啊，没有直接给它切断是为了给大家留一点惊喜啊。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奇迹的一刻。来了喂，刚才一刀下去美食的一瞬间啊，哇塞，出现了一个帝王裂的感觉啊，但是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肉啊，非常的稀少啊，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点。这个料子总体而言这个裂太多了，还有里面砂岩的话也有一些啊。得了，再敲去，真的是帝王裂啊！这个石头，还有一坨，还有这一坨，敲一下这个玉化好的地方。这个不敲了啊，不舍得敲。这个不敲了，继续。你一敲它也是往那个裂的，不会说往那个肉裂的。这里没有裂了，那还没有裂，那全是裂还没裂。这样子了，这个石头真的切垮了啊！因为原先看外表的话，它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了。只是抱着切切的心理而已啊。好，我们的石头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农村小哥捡石头，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。